朱元璋，明朝开国皇帝，对联文化推广者。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，必先苦其心志。话说穷苦出身的朱元璋，经历了9981难，终于登上了王位，龙袍加身。当上了皇上的朱元璋自然是春风得意，工作之余还舞文弄墨，热衷于推广文化事业。这年春节，朱元璋脑袋一拍，下了一道圣旨：从即日起，家家户户都贴春联，热热闹闹过文化年。大年初一，为了感受过年贴对联的新风尚，朱元璋与马皇后乔装改扮去逛街，马皇后化名女仆翠花随行。一眼望去，街上到处是红彤彤的对联，好不喜庆。东不管，西不管，酒管，兴也罢，衰也罢，喝吧。哈哈哈哈，进去喝两杯，思想境界。突然他们发现有一家没贴春联，谁家这么大胆，竟敢违抗圣旨不贴春联？锦衣卫，给我杀！慢着，大过年的多不吉利，还是先看看再说。救命啊！站住，看倒！哪里跑？您这拦住俺奴啥了？你的脑袋还要不要了？你说啥了你？你为什么不贴春联？俺是问嘛？不会写可以买呀。俺穷啊，一年365天，风霜刀剑严相逼，俺家儿女成群，连肚子都吃不饱，哪儿买得起春联啊？想当初俺也是穷人呐，讨饭赶猪放羊做和尚，什么没有干过呀？给个红包救救贫吧。给钱俗了点，不如你写个对子送给他。再说我没有零钱呢。也好，我给他写个痛快点的对子。笔墨伺候。双手劈开生死路，一刀割断是非根。哇塞！很有深度，对，有深度，很有哲理，很有哲理，很有想法，有想法，实在是高。我是谁呀？朱元璋和马皇后逛了一圈以后，大胆刁民，朕写的对联怎么还没有贴上？谢皇上隆恩，皇上写的对联是国宝，俺舍不得挂在外面风吹雨淋，俺决定每天烧香供奉。北京时间今天。